家好，我是悠悠小主播 Fiona。 美国的节日让悠悠小主播告诉你，今年的2021年7月9号是国家糖霜饼干日 National Sugar Cookie Day。 糖霜饼干是大人小孩最喜欢吃的点心，而且很多人都会在不一样的节日来制作他们自己糖霜饼干，来增添节日气氛。糖霜饼干最早起源于18世纪宾州拿萨勒地区，当时有许多德国裔的清教徒会用糖、面团、鸡蛋、奶油、香草和发酵粉烘焙出糖霜饼干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许多家庭开始发挥创意，用各式各样的饼干模具制作糖霜饼干。例如在耶诞节，我们经常会看到圣诞老人、麋鹿，甚至是雪花造型的糖霜饼干。因此在国家糖霜饼干日，我们不妨拉上家人好友一起动手烘焙，体验糖霜饼干的美妙吧。悠悠小主播 Fiona， 洛杉矶报道。